热门通识课系列专题报道，这次要推荐艺术与美感领域的核心通识——舞蹈鉴赏，由担任过新古典舞团舞者的体育系王宏豪老师授课。课程开放50个名额，却有好几百位学生想要选修，授权码一码难求。因为开课限50个，来了600多个，然后在教室外面排到厕所，排到楼下去。好，然后一位同学为什么要来修？因为师大从来没有开过这样的课。舞蹈鉴赏课程内容从古典芭蕾到现代舞蹈，能在课堂上目睹大师级的舞蹈作品，还可以到舞团体验一日舞者，像是新古典舞团、古穆特舞蹈剧场等。从上学期开始，王老师把自己的爵士舞蹈课程取消，将舞蹈鉴赏变为2门课。王老师表示，我个人的认为来说，舞蹈鉴赏课可能在舞蹈推广的重要性上来说，在扮演的角色上，可能会比爵士更有一点点的功能。舞蹈鉴赏的口碑一再相传，上过课的学生都会再推荐同学去选修。工龄系103级洪宁丽表示，还蛮有趣，可以去过过他，试试看他们就是舞者平常在过什么样的日子，这样，所以是很有趣的一堂课。王老师期待有热情的学生到课堂上，与他一起在教育舞台上完成一场感动的表演。校园记者张瑞荣报道。